と言いたかった。ほら君が笑ってた。だったらもういいか。こんな風な幸せで道の上饺子哦，今天的晚餐是饺子，而且是从外皮开始做的真正手工饺子哦。平常不是都吃冷冻饺子吗？对呀，我当然也会自己亲手做饺子哦。其实是因为这包高筋面粉快到期了啦。这么说，你们两个也要帮我的忙是不是啊？没问题。那么首先先来准备饺子皮吧，高筋面粉还有低筋面粉。我第一次看到妈妈做菜还先用秤来量。很厉害的家庭主妇通常不需要用秤来量也没问题。好，加少许的盐吧，再加入热水，搅拌一下。大致搅拌一下之后，接下来就用手来揉面。要这么严肃吗？做菜必须用心来认真做才行。妈妈，我也要做，我也要做。手洗过了吗？洗过了，昨天。快去洗手。好，这样可以吗？好。那就拜托你了。是遵命。像粘土一样耶。有一点温温的，摸起来好舒服啊！要认真揉面才行哦。小葵也要快快长大，以后如果可以跟妈妈一起做菜就好了。早点把你教会，我就轻松了。妈妈，妈妈，听到金木虫，不可以拿吃的东西来玩。你看，变得越来越光滑了，对吗？这个感觉。Q 弹润滑又有光泽，简直就像我这样。做菜的时候把裤子穿好才卫生了。盖上保鲜膜，就这样让面团休息一下。那么休息过的面团就像这样了。好，没有那种东西了。准备不周到的节目，又不是烹饪节目。好了，趁面团在休息的时候，我们来做馅料吧。是颗粒馅吗？还是豆沙馅呢？不是甜的馅料啦，饺子包的馅料是用肉做的哦。首先要把高丽菜切成细丁。好酷啊！那把菜刀不是我。好了，高丽菜加点盐巴，放在旁边等一下。接下来用这些剩下来的猪肉，先把它切成小块，然后呢，我们再，剁碎。这种时候，如果有食物调理机就轻松了，还是买一台好了。妈妈说的这种时候，就是偶尔才会用到，买了也是浪费钱的。每句话都这种咬还真让人生气。好了，猪脚肉完成了。接着在猪脚肉里加点盐巴，再加入姜末，来用力抓一抓哦。抓一抓，抓一抓，不是动那里，是要动手抓。抓一抓，抓一抓，你这样抓不行哦，要用力把肉抓出粘性为止。继续继续，再来再来。
累了，就算手酸也不能休息哦。好像变得有粘性了。不用，连声音都变得很有粘性了。再一次。不行，肉的温度会升高了。好累啊。因为你很认真嘛，把肉跟菜混合的工作就由妈妈来做，你去休息一下吧。我的手都僵硬了。妈妈真的虽然嘴巴很会抱怨，却帮了很多忙呢。小白，饺子的馅是什么？答对了。做好的饺子要怎么样？答对了。可以开始包饺子咯。妈妈把饺子皮擀开，小新负责包内馅，好不好啊？好好。哎，小，然后呢，在饺子皮的周围抹一点水，紧紧粘在一起。好了，哇，是饺子哎！皱褶太难就算了，小新只要把两边合起来就行了，要紧紧的粘在一起，内馅才不会跑出来哦。咻。好好好好好好！对了对了，做得很棒！哎呀，小葵也会包饺子啊！哦，好像铜锣烧，我也要做！小孩子有丰富的想象力真好，这就是所谓在饮食中的教育吗？妈妈妈妈，是不是你的大小？不要做那种无聊的事啦！真是的，妈妈的应该是像这样丰富饱满才对。爱吹牛的好强大声啊！丰富饱满的是肚子才对吧？要住口！你到底在做什么东西啊？青蛙形状的饺子啊！那么这是什么？海参饺子。它旁边的呢？海蛞蝓饺子。做点看起来比较好吃的嘛。不用担心的，爸爸一定会吃掉的。你这孩子，人家也想做做看外边。可以呀，你可以像妈妈这样吗？放心，交给我吧。真的没问题吗？不过像这样引发孩子做事的欲望，让他们成长是很重要的哦。做好了。做大饺子用的，又不是在做披萨。我回来了。你回来了。这股香味是饺子吧？真好吃的样子。今天的晚餐是手工饺子，味道特别不一样哦。很厉害嘛。我跟小鬼也都有帮忙啊。有各种不同的形状哎，真有趣。那我来吃这个心形的好了。好。还不错。甜的。那是我自制的小饼干饺子了。小饼干。来，也吃点这个吧。我也煮成水饺汤了，可不错哦。好。很有嚼劲哎。我把外皮擀得比较厚。好吃。对吧？一点也不像是有效期限快要到的面粉做的，对吧？来吧来吧，尽量多吃一点啊。这就形状很奇怪的了。味道是一样的了。就是啊，